来啦，咱今仔来上电脑课啦，要来组装一台新的主机哦。来开始，我怎么尽量要一镜到底哦。这一次我是用那个那个730 GT 哦，那个 GT 730啊对了。哦，这机个做个袂歹呢哦。哦，好来，我们先把东西都拆开哦，那些什么说明书那一些的。哦，我们就不管，而且这有什么保证书啥一起卖惨。哦，最主要就是今天要来示范怎么样装主机，硬碟细格啊。我是觉得 WD 跑比较快啊，但是因为它中间有的时候那个外机也保固一改，跟它减一档，它会也小了没用。啊，后来就直接用那个细格啊了，反正都大家都一样烂。哦，细格啊，放好。然后，那个我习惯用那个金士顿的，这是一种4G 的，哦 ，DDR4， 然后2400的外屏的换，很久没装了都忘记了。然后，那个 Intel 的那个 G4560， 我讲伊这俗个好用，什么二核四除，就是伊模拟一种双核心模拟四核心的。哦，顺便好像很像在开箱呢。啊，这个把它，哎，从先固住，嘿，对，抽出来。往，哎，镜头在前面这样看都不太清楚了。哦，这先去帮人，边啊帮人家运动。啊，这边装的时阵哦，你这个要先把它转好哦。啊，我习惯是把它拨开。来，主机板我这个是用阿苏斯 H110，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。啊，开开时，这个针脚你要注意哦，要不然有的不小心去把它扯到，哇，真够较呛呢。我不管，不管它再较呛嘞。安住。哦 ，CPU 就这样子。哎，这个针哦，它有两个缺口，在我后边遐。缺口的话，朝这边，应该是那个坑里尔。好，缺口你看这边嘛，然后放平之后盖上，压下去。我看这型号是有哦，那个3.5G 的啦，好。然后这个。我习惯就是直接原厂的散热膏直接干上去而已。哎，这里做封面没败哦，嗯，不错，封面就用这一张吧，这个姿势。好来，啊，这个针我拢习惯直接，你看翘到上面，放平之后，哦，这种固定好了有无？压下去对角，哦，胆大心细。这个部分的话，我都是。习惯这样把它卷啊，但是有的人就说啊，那个卷会产生什么电感效应？我已经用十几年啊，我是感觉拢还好，嘛无迄种反应。哎，弄好之后，哦 ，CPU 就插上去，这样就煮好，对不对？记忆体的，来看一下伊的特写。好，来装起来。伊这嘛是有缺角哦，上下伊是咪较无迄个啥，无当地你啊开不开呢？因为他现在做一边开的而已哦。哦，你看偌久无买电脑？好，然后看呢，好压进去就好了。欸，所以伊这塑起头伊这蛮分的吼。这我做 DIMM 这插槽就顶了，我会记啊。等一下，钉什么烧？蚊子在钉呢。啊，这个先把它拿到旁边去。来，过来，这个挡板把它打开。快下雨了，紧的。
这 DIY 的影片就是当一刀未剪才好看，又在钉了，不知道在钉什么烧。炮我是习惯用这一种，因为我在买这一种，我觉得用很多年是觉得还 OK 啦，因为它不是很贵哦，啊对它要求也不高。然后哇，主机要登场了，所以这个要先放旁边。啊，这个顺便打开了，你要撞到镜头。来，主机画面我再调一下。好，安尼靠临场感。在盯什么烧？应该安尼好啊，侧拍了。来，开始贴。我干嘛做事？降低一点，安尼看较有临场感啦，角度才不会太斜。好。他旁边现在也有观众在偷看。啊，一开始的话，你就是两边都把它拆开，搁较巧的啦。讲一个乌龟翘，乌龟翘是会翘起来。这个我这个机壳不是很贵，所以它已经冇做一种防刮呢，那还好了。大大的进步，又在钉了，蚊子不知道在多什么烧。然后一般来讲的话，拆好之后，哦，这个。面板，你这一旦拿下来，好，拿下来之后，烧炉器先上进去的时候，哦，面板再上去，啪啪，它这里把它对好，你后面就往后推，哦，你把那个烧炉器烧在头前，让这个按键，哦，自动门关起来，感觉它取多好时阵无？他对到这个点就把它锁上。哎呀，他没有附螺丝哦，在这里啦。又落来啦，真欠精呢。我要来尝试那个一镜到底，拍那个电脑组装看迄个料啊。顺便来计算看我到底台电脑几分钟。好，紧紧紧嘞。我要请一下边仔助理帮我赶那个蚊子，出一下声音嘞，进来。嗨。收紧啦啦，你要共惊着，你还要收惊哦。哦，抢镜头呢，抢镜头呢，这么精的呢。你还算妨碍观瞻，你不知？来啦，给你框一下镜头嘞啦。好，你到边仔帮我赶那个蚊子。你那个脚还没好，你拿椅子坐了，旁边了、啊，那里了、啊。差不多。哦，锁好之后你把它压压看，哦，正常啊，正常先，这一块可以把它盖起来。好。你先靠边啊看，要不然你太近那个镜头对焦，那个客户那个你们客户了那个观众会吓到。这个我原本就很想拍的，但是哈、哦，想说因为拍这个很麻烦的、啊，影片拍太长又没人要看。好、哦，弄好之后，我的习惯主机板可以上了。主机板上，我咧看过来换姿势好啊。我跟你换姿势。哦，一镜到底真好耍哦，真土鸡啊哦。好，来，一镜到底，就那个挡板，我习惯放进去的时候，我会这个先把它弄起来，啊，这做好去挂着哦，就很容易割伤，要小心。我咧拍一支全世界第一支的，一镜到底。好，然后这边对好之后，你这里稍微按按正常的，螺丝开始上了，螺丝我看。记得那个是右牙的，
哎，粗的啦。粗的就是这一种，前面牙比较粗这一种。这么组装电脑，等于是一种儿童课程啊，系啊。哎呀，我拄我遐尔侪螺丝是用到底啥底啊？唔到够啊！它这个一般四颗就够了啦。螺丝是拿去哪里的啦？哦，这一种你看，伊这较粗哦，这一种我是觉得最好，哎呀，它上面有那个，我觉得那华氏垫片的感觉。啊，现在我比较喜欢买那个比较精简的主机板，因为我觉得跑起来速度差不多，而且便宜就好了。我个人电脑是不会买太好，因为你有看过那个电脑回收那一支影片吗？那么多年用那么多台电脑，后来是都挂了。好。哦，来，然后这个就上去了。上去之后来，螺丝也有附的黑色的螺丝，别阿巴带，我看一下啊。啊，你看该这种白色的看到比较不会那么爽哦，对不？讲一下先嘞。Yeah. 哎，对。我们这个小助理他比较，你不要讲台语嘛。嗯。来讲一个阿伯，进来讲一下啦。啊，阿伯，你哪唔走？我长大拢唔要去啊。他们那个双胞胎小时候，我有跟他拍那个，叫他模仿阿伯，你哪唔走那个影片，有空再放给你们看。好，这个锁的话不用锁太紧来调得了。这边一镜到底，就是一定要做专业的。这个我习惯性把它撇到那个零，要不然有的时候做所谓插的，砰就烧起来。哦，用好之后就是这样子嘛。然后这一个我都习惯把它关起来，因为我没有在用锁的。哦，可能要下雨，我锁给我紧的。然后这不是四乘，哎，刚才八乘八的风，哎，你看这个风扇还靠腰嘞。很烂呢，没关系啦，我再去买好了。听你讲嘞，你看，你看，里面断掉了。哦，那个先不管了，来硬碟上去，来这样子。好，那上去就，你要装的时候，伊这边也去揢着要注意哦。来，帮我换嘞，紧，哎，换嘞。安尼我为着要临场感，然后。好，不要紧，操纵就对了。好，不要晃哦。哦，就进去啊，拉，爱注意去麦克的机体。哦啊，螺丝把它锁起来，好换好哦。我今日换主席。我来换。螺丝，那个粗牙的，以前硬碟那个有专用螺丝，就是有分长短，但是这么年代无搞进步啊，你就用一般短的就好了。你不错，嗯，白龙雪给你加分，对，安尼想要倒好啊，对哦，你再继续撑一下哦，快好了哦，妈的对不准，也很轻啊，也很轻啊，我看现在几分钟了，那你不要动，我敲镜头就好了，搁管定遮，阮个咩，讲一解，换姿势讲落，开始，他不会讲台语啊。你要学习啦！我今日话做啥？还是要讲正土鸡啊？哦，好，你看现在组装电脑多简单，以前那个 CPU 还要跳降波，那个电压差错一下子就挂了。不会啊，换这個，这个我拍特写给你看。好了，让你休息一下。啊，不是，我用那个这个把它垫着。因为我要弄角度来，啊，你把它放到下面，没，哎，安尼啊，坑个出出进，哎，对，好，好，啊，我这样子，因为我要拍到这个特写了。那个也可以，应该可以用别的风扇。嘿，不要紧，卖走。那个我先这样子用，啊，这线先扣好势。
你稍微加油就好啊，较袂震动嘿，忍一下，等一下请你吃乖乖，哎呀、啊，乖乖做好食，你咧笑。好，现在尝试那个。吃什么？吃别的啊。尝试乖乖啊。好来，然后我跟你讲，这个要分那个 USB 嘛，早期的那个 USB 的线头哦，伊这个 VCC 附赠接地有无？哦，就是顺序是安尼，但是你现在是不用去记这个的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 HDD 的硬碟只是等于有正负嘛。哦，这个就是正，这个是白色的是负。然后 power 的哦 ，power 的是绿区，啊，这是那种 power LED 灯。哦，好，开始。啊，因为它那个字太小哦，就拍不到，就直接插上去给你们看的啦。啊，大部分你若袂晓插，你可以看这个 menu， 它这边有。啊、基本上我是不看这种东西，但是为了完整性也拍给你们看。奇怪了，你看台湾做的设计的东西，要不然都倒菜爷啊，你有看啊？哦，这里，啊，这台特写，伊这有无 HDD？ 好、哦，伊是咪正甲负哦？你就看这边，从这边对应过来。然后伊这是一种有十片甲一片嘛，这个所在是伫对咧，应该是伫遮啦，嘿啊，对啊，这边啦，我翕看卖哦，来。我今日话做事。哇，你们有看到这边，伊这就是对这边过来，第一片吼甲第十片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硬碟那个什么接线就接在这里。来哦，一镜到底的头给啊哦，镜头降低，这样是最低的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开始，先一种硬碟，哦，它正电是在这边嘛，然后那个 reset 是在这边。reset 跟 power 它就没有分正负方向了。好，换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个 power 的那个指示灯正负要给它对调过来，哦，把它插上去。来，插好之后就正变成这样。哦，来看一下。啊，后来就是那个 USB 那个要插上去的 USB， 哦，一个 USB 一般有些防呆，它插错的话插不进去啊。伫对咧，伫只，嗯，奇怪 ，USB 是插到对啦。哦，先不管它，很久没有装了。来，爱这有无？这是头前什么前置什么音效卡阿里亚扎的那个，你就找得到就把它装进去。USB 要放这里接啊，哎，搁真正是呢，坐在那里感觉很失败呢。对啊，有那么多角吗？对了，以前是都习惯在下面的，但刚好能坐了。好了，不管了。它这个吼，我觉得这个缺点啊，我刚以这个规格做就失败哦。你怎么炒都无啥也油，你知道？所以我就习惯把它固定好。它这个就是不知道哪一个人发明的，干不进去呢。哦，再来显卡。哦，显卡，我把镜头拉高一点，要不然这样看起来有压迫感。好，你有感觉？安尼助理会知影讲我拍这偌辛苦，然后塞骨把它拿掉。这个一般拿掉的时候卡进去才不会卡到，所以这个要先拔起来。我习惯是安尼啦。好，然后先比对一下，哦，大概是在这边嘛。来，你看好哦，我镜头刷这安尼，大概这里。好，啊，这个手很小心，你拉过来这个板子，小电容会去割到，注意哦。小恩，你那里接啊？干嘛来抢镜头？
来来来，抢镜头嘞啦，来遮啦，甲翕济啦。好，要看倒啊看 ，BB 怎么在表演那个一镜到底主电脑。好，然后放上去的时候，它后面显卡这个插槽嘛，你就是这样子，哦，对好之后，干进去后面把它勾起来，然后上面把它锁住。哦，你刚才说脏话。脏话在那个圆领的上面啊，哎呀。我吸住了。好、哦。卖叮啦，那个苍蝇跟蚊子在那边不知道叮怎么烧，所以叫去旁边做运动。对对对，吼惊到，哇！而且你如果乱讲话，这个影片就要跳接了。好，这个不要太紧，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，那个沙台排线，排线有分一二三四五六啦，但是我一般我是用直接接带伊的伊这个部分啦。四一二三四哟，二不差三，哦一在这，我是安尼差一号嘞。啊，这个是插错边，插不进去。你遐底下咧抢镜头，你唔知？我给你，没关系啊。抢镜头。白铜学影片也是很写实。啊，这个我都习惯卷这样啊，但是有的人是说啊，那个不行啊，会比较慢，或是影响怎样？我已经试过了，但我感觉拢还好，看会水得啊。哦，我的腰很酸。嗯嗯 ，BB 的腰很酸。腰到底酸什么烧？酸什么烧？我在讲啊。还烧我紧啊，记得。啊。对啊，酸什么烧？好，啊，我习惯拢是差一加三啦。伊迄，你若讲了解伊迄、那个，较早迄种 ID 的界面有 Master Slave 有两种有无？嘿啊，我刚才咧走速度是有差的。啊，即摆唔知，应该是无啥分啦，是习惯就好了。好，然后上去。哦，电源就把它扣上去。好，不调节。扣上去啊！你先给我换一下，安尼就是咪大概接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条习惯从这里把它穿过去了，哎，这样它线在里面才不会乱跑。哎，讲一解正土鸡啊！因为白同学找不到工作，所以就不要乱讲，没有工作没乱讲，你不要听那小孩在那边乱讲。白同学事实上是很多家公司的那个总裁，哎呀，只是公司还没有挂牌而已。白同学就自己创业，哎，比创业用失败啊，才会在家里整天陪你啊。然后这个就这样进去，呵，你卖都要搞的，你咧讲一块较建设性，好无？对啊，都讲比比外靠做侪美女咧喜欢，那唔才对，讲一解。嗯，外靠有些美女都一直讲比比，一直叫白龙。啊，这个吼，这个的话，哦、我足久无倒的。伊这吼，这个位是咧倒迄个啥显卡迄种。伊这扭起来有的显卡，有啥物三叉四叉，伊就用这个区分啦、啊。然后它有那个十二 V 景致型，我刚才脱裤子放屁，说你该用过来，我就觉得这种设计很奇怪、啊。好，干进去好了。哦，大概都差不多了嘛。配线，啊，你看那个线那么多，你不用怕，我都是习惯。哦、你先看嘛，这是那个刚说它界面的电源，我就是习惯直接接这里。这个应该到下面去，啊，不要紧啊。BB 很会修电脑。好，慢慢搞位啦，我就会修理小孩。嗯，这个我的小家伙。好，正负拢扛了有无？进去之后，然后光碟机的。哎，这个炮有无？伊这是算较俗啦，我是感觉俗个大碗，它很多接头，还有这个大头的，这也当插一挂风扇，所以这个移到旁边去。哎，这一个的话就是可以用那个 SATA 的那个线，我们就把它插上去。哎，这有较侪坑，我就另外把它分开了。因为你如果后面有再扩充的话，因为主硬碟伊咧耗电较侪有无，我会一般个分流个用个开。
理论上是安尼，但是实际上有好无好我唔知影。嘿，哇，我那个镜头现在卡在我的胳肢窝。啊，要翕你的胳肢。伊在翕我的胳肢，所以 DIY 这种影片很少人在拍，就这样，因为很麻烦呐、啊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开始来整线了哦。哦，补一下。我今日换姿势。哦，好，这样子才不会去挡到。哦，我习惯这个线会这样。哦、我比你爬起来，你随个椅啊夹你哦。讲一届大人爬起，囡仔占椅，囡仔。大人爬起，囡仔占椅。就是恩恩。嗯。好，这样把它整一整之后，看起来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凌乱。那、啊、你就是要接了一些接头，你可以先把它配好。来啦，开只电火咧，来，暗要创啥？对无？拄啊袂记。起风。啊，起风，迄较早三国啊，那起风的时候，孔明就要借箭啊，你毋知？孔明借箭，你知影无？啊？啊啊，小助理，不知道。就是去甲别人借那个箭啊，讲箭借偌济安尼，或者借箭，你知无？但是他借了就不还了，因为上课没有教这个。上课现在都教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呀、啊。好，然后把这个灯，我不习惯用那个竖线，就是哦，你如果要拆的时候会觉得很烦的。你比韩军的麻劳。好啦，今仔日欣赏你红中俺台跳。不是啊，阿姐。啊，这个固定的时候，这个风扇这里你要弄好，较袂去搞到。啊，因为白龙雪在煮电脑，习惯让它就是弄起来的时候，你360度那个线都不会乱跑。哇、哦，你安尼，底下酱 BB 一下 BB 骨个卡就生诶。够万麻捞。哎，然后。小火。好啦。这里的话，好，你较早的啦，好，我坐坐啦，又要等你啊。在那边夜配。对啊。在那边夜配。哦。然后过来，这个就要用竖线了，把它缩起来。竖线剩下三条而已，三条我想到一个地名的三条轮，你知道？那个云林啊，三条轮。三条轮，你捌听过哈、啊？小助理，唔捌。剪掉。你要注意哦，我有一个绝对的线剪落哦。啊，妈的嘞，这条没有去用到吼，气死，无要紧。拜托，多的关顶啊，恁遐多设计下骹。那个是那个音效的，但我会记忆种有的。较新的就免查，没关系啊，顺便教同学拆显卡，在这里啦，吼、哦，无紧，你就这样把它配住就好了啦。啊，它也是一个防呆，哦，就是插进去，就是那个前置面板的。你看那线不够长，没有办法拴到下面呢。换了，你搁把它换了，搁啉一下哦。爱来添，甲去啉爱干啊。唱一届，爱干爱干，一罐20块，唱落。爱干爱干，一罐20块。不好歌总笑出纰漏，真功德啦，真心路。真功德台湾人，来、嗯。不好歌总你卖歌。哎，班长学。安怎啦？导演，我跟你讲哦、欸。叫导演对。就是。好，你先卖讲话嘞，我要解说啊。然后你看这里是不是？我讲的，伊的小块弄会摇，你知道？会摇就啊，你这个线就可以把它固定好，大概这样子，电脑就算组装好了。哎呀，没有竖线的，我跟没有竖线，用这个了，这里把它锁住，线差不多在那边动动来。好，来，那个可以拿开了。同学看一下特写嘞。
来，唔知道超过半点钟哦。你看这样是不是全部都组装好了？然后这一颗是因为我风扇破掉，那个就不算了，就自己加上去就好了。然后侧盖，哦，就这样子放进去，哦，啊、卡住就好啊。然后你放进去，你先去修造的，哦，放进去的时候那个线，哦，那一条线你再把它来绑好嘞，哦。把它自己接到那个大头的上面，哦，这样就完成 DIY 啦。好，感谢收看，来要抢镜头的来，进来。我要抢。那你哪一家？我这是叫我以美国经典哈雷重机，不是。个游轮子啊，来讲者，记得安怎？记得金鹤白同学的影片，还有我的影片。我的叫恩平，啊你啊，我叫何饼干。好了，拜拜。再见。